哎呀，我来看看啊！啊，你这个掌秋丰满起伏，五指圆厚，而且还密不透风。陆开首，您这是大富大贵的手相啊？是吗？啊！那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今年我要是不发财的话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老实点。 陆海少，你得赶紧想办法，人命关天呐！大半夜我想什么办法呢？你忍着点，明天再说。哎呀，陆海少，这人命关天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啊！他要是出事了，你们也得缠着坐牢的滋味。他厉害，轮椅了。什么？我发了？哎，弟弟，把这领头闹事的给我抓出来！啊！我怎么闹事？陆海，他们真的！哎哎哎！陆海。 方孟凯，你给我放老实点，不然没你和我，是我告诉你。烦死了！小薇，去医务室拿点止疼片，对付对付去。班长，医官这会儿都睡了，睡了给我叫起来，出什么事谁负责？快去！哦。哎哎，小徐，你也别歇着了，七号监室盯着去。门都锁着呢，有什么好盯的？死不了人的。 我只放了我们监区和三号监区的应急管事，这是救你妈命用的。明天上午，务必到上清寺川江银行找一个叫魏家栋的人交给他。好，明白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得去地下通道。